怎么呢？咱们就把这个手绳啊，好吧，手绳盘好啊，然后呢拉线收进网啊，收进去之后呢抓住网头，理网的时候啊，咱们从上啊往下理网啊，理到网中间啊，理到网中间，把网提起来抖动一下啊，抖网的目的吧，就是要把咱们这个网里面的拉线啊，把它抖齐抖直，然后呢再来啊对折啊，这样子抓过来，抓好啊，然后呢把网提起来啊，把咱们这个盘子放平。链条啊，要把它分布均匀，好吗？链条分布均匀，然后呢，抓住网啊，垂直往下一抓，然后咱们的左手啊，从咱们右手的下方，咱们这样子抓啊，这样子来抓住啊，抓好啊，是不是？这样子抓好了，咱们就可以开始撒了啊。撒网的动作啊，怎么做？看好啊，左手抓着好网啊，右手抓着盘，这样子来转啊，左手推，右手来转啊，转盘啊。找个位置来给大家演示一网啊，怎么把这个网撒出去？好，怎么样？够地图啊？够地图啊？好，来，朋友们看好了啊，这个网怎么撒出去啊？来，前推后摆，左手用力，右手转盘，网的话就撒开喽。这个网是不是撒起来非常的简单呢？这个网撒下去之后，我们先按网沉一下啊，沉到底了，我们就可以往回收了啊，不需要沉很久的。手绳往回收了啊，拉丝也往回收了。来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话来到亲戚家的一个鱼塘啊，这个鱼塘的话也蛮大的，也有两亩多啊，来撒一网，看看也能不能撒到鱼。要走过去撒，我们全部在那边的。小哥穿着下水裤啊，手里拿的这张网呢是一款3米高的网，网眼的话是两指啊，4号线。网的话已经准备好了啊，看看鱼在哪一块啊。随时出手啊。好，来撒一网，漂亮。小鱼跳了啊，大鱼来。看有没有鱼吃啊？有啊。有是吧？什么鱼呀？哦，小鱼有。小大头。小大头。小大头，这个放了。直接在水里面把这个鱼放下来啊，还可以让它再长一长。等过年的时候来抓的话，应该就差不多可以吃了。感谢观看和支持啊，谢谢大家。